台湾呢有机农业运用的规划被韩国切，由韩国好的发展，由韩国多实际的田球大标被压到新生长。人的想法不同意见，每场大家收听今年二十二，每年按部六点来放送的全民台飞论坛节目。接下来我继续带大家来看的是高雄宜西七雄米一个品质归问题。第四重风接上是麦都唔拉麦。高雄市民农企农会当年办的米品质评奖比赛，昨天大鹏比赛为鼓励咱们的位农民，也韩国希望大鹏也着先树为良性竞争，我来提升农民治理田球的技术。今年选出的冠军米代表王美胜，也会代表民农企去参加1807年台湾米强米冠军比赛。从米饭批起来米丝都是海鲜的口感，米的部分都要详细来注意。第一年以土味米农米评鉴竞赛非常，评审用严格的态度为米的产水者打分数。得到一百冠军米的是今年41岁后生农友王美胜。种东西就安尼啦，就唔爱种有品质还是善良啦。嘿，有善良吼，你就当然在品质上吼，当然就讲买吼。将来做有作物作物地本啦，当然以品质为优先。品质好，就当然以去消费者就会有安样东西。品质唔好啊吼，当然就在推广方面吼，在卖的部分就当然就唔会讲话卖出。因为追求土米稳定的品质，王美胜去年代表台湾得到日本米食米今天国际竞赛特别优秀奖。民农会表示，一时期小米失去了 Q 弹的口感，也今年在市场卖也真好。目前同农民合作的面积已经从去年210公顷增加到今年的360公顷。我们来跟农民契作高雄一四七，由于我们的契作的价格是每公斤28块，远远高于政府公粮的计划收购的26块，或者说我们一般的辅导的23，渔养的21块，所以我们用更好的一个价格，希望让农民能够生产更优质的一个稻米，或也可以减少由于缴交公粮的时候造成政府一个财政上的一个困扰。民农农会指出，高雄一时期含土作出价给付的补贴，一分田的收益差不多有22000元，比一般品种土米差不多多加2000元。目前有425位农民同农会合作一时期种植米，明年预计同合作的面积再增加到600公顷。下个新闻整份资工报道。